屯的一栋华夏内的机械停车格发生了故障，一名陈姓驾驶停车的时候呢，结果这停车格啊瞬间坠落到了地下二楼到三楼之间，导致这名驾驶受困。那么呢，因为这机械停车格突然故障，黑色休旅车就卡在华夏的地下二楼到三楼之间。消防人员赶到之后，先请停车场工作人员协助断电，再进入了机械停车格旁，将受困驾驶救出。不过还好，这名驾驶意识清楚，没有生命危险，他只有在额头呢割伤、眼睛睁不开等状况，目前已经送往附近医院治疗当中。至于为什么会故障的原因，现在还在持续调查里行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